洋资源、海洋生物，也有很多的海洋垃圾。有没有路过垃圾袋？有。请问，垃圾袋排名海洋十大垃圾当中的第一名，对还是错？圈还是叉？请选择。喉咙不太好，来再问一次。垃圾袋排名海洋十大垃圾当中的第一名，对还是错？好，不变哈，快哦快哦，答错要跳水哦。他更不敢答了，来来来，叉对不对？来，再来一次，最后最后。你看你都快跳下去，你还坚持选对哦。最后一次，三、二，妹妹都告诉你来看，三、二、一。好，我们请我们 Lisa 小不点来，请解答，对还是错？嘿，抱歉了吧，差一点就要下水了嘞哈，你要谢谢我们这位妹妹了。好了，妈妈今天来站在我们的小舞台这里来。哎，对了，我们呢就送给你一个亲密的小礼物，很特别，麻烦往左边站一点。好，头往前看。好，放轻松就好，放轻松，放轻松，真的要放轻松，保持你这个非常甜美的笑容。嘿嘿嘿，啊哈哈，这样还不错吧？好，好嘞，再次给我们女同学来个掌声，谢谢。前面的表现得相当的好，好，来，接下来第三名已经出现了，有没有人知道第二名是什么？也就是海洋十大垃圾当中这个数量最多，排名第二名的是什么？来，有没有人知道？来这里，来第一，来，你说说看，勇敢，加油，不转弯哦。好，来换，来来第一来。啊，嘿，吸管先保留一下好不好？但是它不是在第二名。来，还有个人知道它第几名？来，这里，来，上面几名？来，你说，来，对，说看看，哈，哎，不是保利龙，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好，妹妹来，妹妹，宝特瓶对一半，再来，这里来，妹妹来，哎，不对，来，再来，好，同学们。下来，最后一个机会给你，来，请说。请你认真听，社交在第三名。好，来来来，第二名啊，是宝特瓶上面的小瓶盖啊，了解了。所以刚刚说宝特瓶对一半嘛，哈。好，所以呢，同学们再次做好笔记，在海洋十大垃圾当中，数量最多最多的冠军得主到底是什么呢？有没有人知道？来，哪里哪里？哪里来？请说。啊，吸管的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对了对了，在这里老师要提醒大家，资源回收、垃圾分类真的非常的重要。我们大家一定要亲手的来动手做，我们才可以维护地球，我们的海洋干净跟整洁。同学们有做好笔记记下来了吗？有的话，给自己来个掌声，给自己加油。我们要一起动手做哟。谢谢。来。再次来介绍我们这群非常健康活跃的海事同学，他们各个运动细胞都非常的发达，老师想把他们列为我们体育班的优秀人才哦。所以在座的同学，再次拿出你热情的双手，来，用我们的掌声来欢迎我们体育班的同学，请出场。Yeah!
手边非常可爱的思思祥老师所带领他们属于蓝队的同学，同学们给蓝队掌声鼓励。很好，接下来是大家左手边，我们还是同学多多给您，由我们娟娟祥老师所带领他们属于红队的选手，来，同学们给红队拍手。来，相当的好。好，接下来呢是安排的是体育课的课程。等一下呢，我们海狮同学要进行第一个比赛的项目，叫做篮球比赛。我们看看红队跟蓝队，哪一队先投进两颗篮球，获得两分，那哪一队就获胜了。在座的同学，你们都是最佳的啦啦队，一定要给他们加油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一起大声倒数三秒，比赛即将进行，大声一点哦，预备。太阳巨星限量版的屏幕。
版哦，要送给两位。没错吧？来，我们第一名可以获得我们17寸平板一个。羡慕的同学来个热情掌声。很惊讶，对不对？不然还会吃苦呢，对不对？很开心。来，我们第二名是7寸袖珍连体型的，而且我们还有最大的特点，他们都有防水功能哦。来，请同学们相拥，看。有没有看到防水？防水有海洋最新，嘿嘿，对，很平，就像一块板，我们就统称它叫平板。好，来来来，再次给两位掌声鼓励。但记得有空写信给我们哈。好，开始回座，谢谢。太开心了，你看，就只有在我们海西小学堂才有不一样的欢乐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我们压轴比赛了，哎，进行这项比赛的时候了。来，我们来找一位好不好？好，弟弟就是你了。来，好，非常的快速。要来做什么呢？来担任我们最佳评审的角色。这里向后转，同学们向左看，老师安排这个对象是我们跳水项目，而跳水台就在这个上方哦，看到了没？我们首先呢，登上我们跳水台进行比赛的是我们皮皮，他是红队的皮皮。同学们睁大眼睛仔细看，拿起相机、摄影机、手机，来吧，皮皮，看起你的小尾鳍，快，看到了没？拍手。来，小帅哥，通常跳水选手跳入水中，水花越小，分数会越高，了解？好嘞，我们下一位，啊，你要开始打分数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下一位是我们的哥哥，他会来一个不一样的。分的话，你觉得红队可以得到几分？5分，5分啊，还有一半的进步空间。在座的同学想不想看蓝队的表现？大家都很想哈、哦，来，要透过麦克风，然后运用你的声音跟蓝队的同学说：“蓝队的同学，你准备好了没？”蓝队的同学，你准备好了没？有，虽然比较害羞，但是呢，大家就来看看我们的蓝队可以派出来的小丸子的表现如何。来，再次提醒大家，相机、摄影机、手机要拿好来哦。我们的小丸子呢，慢慢的登上了跳水台之后呢，是不是来一个不一样的呢？快，滚滚跳入水中，再来一个。下一个你要跳9分、啊、好吧，好，那请我们小评审来个掌声，谢谢。好，我相信呢大家都看到了，施同学呢表现出了他的运动家精神，还有运动家的风度，表现得好不好？私底下他们没有这样的较劲，他们也非常的有爱哦。再次提醒您，相机、摄影机、手机拿好来，让海施同学来表现一下他们的友爱，相亲相爱，亲一个。哇，未来很和谐的画面啊！好，我们希望世界和平，更希望家庭幸福美满。适逢国庆佳节，也希望大家一切平安，一切愉快。今天我们安排的课程，同学们喜欢吗？谢谢。希望我们在座的同学有空有时间要跟我来上课啊，好不好？最后，谢谢老师，请大家互相给个鼓励，请大家伸出双手来，我们用。所有小老师，来来来，双手拿出来，二十鼓励，预备，来，好，这个很好。